停车场内，轿车要离开，一名黑衣妇女却紧抓车门不肯放，轿车左后回转，黑衣女还挂在上面不断拍打。附近摊商看到吓坏了，网友po文爆料，黑衣女常常到高雄鹅阿寮夜市跟摊商收取200元香油钱，爆发口角。阿娜，你干嘛这样子干嘛？我不要改造声音啊！阿鲁今天可以无啊？别喊多声！先拿去，先拿去。黑衣女三番两次来讨钱，摊商一开始不愿意给，结果天天来闹，真的被撸到动尾条。摊商要给钱，黑衣女姿态还很高。对啊，你不要纠结，客气一点啊。你敢打我？我怕你嫌啊。干什么？拿钱就算了，还打人，摊商气到要报警，黑衣女才肯离开。不会给吗？就是尽量驱离。他要一直来乱的话，就会直接叫警察。黑衣女夜市讨钱抓车门不放，当地派出所则表示还没接获报案，民众如果再遇到纠纷，可以打电话报警，会派人立刻前往调解。记者央视王书宏高雄报道。我是哈允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允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